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一个人的开箱啊。今天要开箱的是这部凌波凌的长头发版本啊，是好微笑出的啊，剧场版的凌波凌啊。OK， so 就好普通的一个盒，就冇咩特别的，就咁嘅啫。OK， 咁我哋嚟睇下入边有咩。入边系冇咩噶啦，一啲嘢食，咁就一个咁嘅盒。又有胶纸黐住。咁就一个底咁嘅底盘啦，冇咩特别嘅底盘，就写住 Made in China 啦，就咁啫。So 一个底盘 ，So 成只公仔就系咁咁啊。咁为咗防止头发同埋身体嘅碰触咧，所以一块布plastic 喺度挡住嘅。咁攞开佢就咁。OK， 手摆近啲，俾大家睇下个造型。基本上就咁睇咧，系冇咩問題啊。色澤上一個好簡單嘅造型，冇咩特別。做工方面又唔會話好，呢啲顏色全部都有到好靚啊，就冇畫出界嘅問題。就咁擺置。怎么办？为什么不对的？没理由的，难道要咬一咬它？是的，真的要咬一咬它才是，它的位置要咬一咬它才是对的。这个就是呢、这個就係 Pop Up Paradise Parade 啊 ，Good Smile 公司嘅長髮版本嘅凌波凌啦。OK， 咁唔知你哋有冇入手咧？啊，如果你哋入手咗，又點睇咧？基本上佢係冇可動可現，乜都冇，就咁擺置。
頭髮唔錯，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分魔線來的呢，這個好像是一個分魔線來的，這裡很肯定是一個 分魔線、這個位置很明顯是一個，不知道你看到沒有，這裡很明顯是一個分魔線來的，這裡都是一條，這裡都是一條分魔線，基本上其餘的都沒有什麼問題的，不知道拆不拆得出來的呢，都是沒有，感覺上是拆不出的，大致上就咁啦，等阵就俾啲 close up 相大家睇下，咁呢个开箱简简单单嘅开箱就到此为止啦。如果你哋有买嘅，分享下你哋收到嘅点啊。OK， 拜拜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。